位鄧小平逝世。半夜三更，我知道呢個消息，我周圍打電話俾啲朋友，話俾佢聽。每一個朋友一聽到呢個消息，第一個反應都係：咁我市民會跌？我是不是講錯了加息啊？我不是啊。咁終於我打到俾一個，佢喊啊，好傷心喊到。我今日入咗好多匯豐啊！香港咪係一個經濟嘅城市，我哋經濟動脈咁樣嚇，我哋咪隨住經濟潮流轉變咁樣進入另外一個政府咁樣樣。其實嗰個轉變，我哋本質係冇變的。做邊樣嘢揾到錢？唔會咁就去啦。郵票、寄信都唔念郵票嘅人都去買郵票啊！炒樓，任何人賣緊鹹鴨蛋嘅，我都去炒兩層。有錢揾啊！個香港嘅精神又冇精神。我真係認為呢個世界上應該有隻嬰兒食品叫做鄧小平。全世界消化得最快的 BB 菜，用一个商业的角度，就要找一些、大家都想有共鸣的东西去讲，我觉得是。我觉得香港人的心态是充满他讲的那种是无力感，很多东西都是没有选择之下跟着大家一定会这样做。他自己的价值观呢都是在经济上高，我觉得他的立场都是一种很香港人的实际主义的方式。意识形态上面，你的心态上面，中产阶级这种的享受啊、享乐主义啊，或者一个趣味品味啊，这些这样的东西，例如好像在反映到政治上面的非国家的观念、非民族的观念，这些东西其实是中产阶级 的一个趋势来的。咁呢啲嘢其實咧已經係唔一定係嗰個佢嘅人嘅經濟收入嘅問題，而係個意識形態咧已經係廣泛存在喺香港嘅呢啲市民大眾嘅心態裏面。你旺角你要嚟翻噶，你要去翻深水埗噶，你要睇翻唔同嘅生活嘅形態的。我哋唔能夠生活曬所有人嘅生活，但係咁有時你咁樣望下入少少咁嗰種感覺嘅，都幾好的。我喺細個時候好想離開呢個地方。到一個地步，而家你可以咁講，有能力，其實我可以一年都唔踏足呢個地方。譬如我真係唔知道舊傳呼機都值400蚊咯，我真係唔知係唔係。你好容易唔接觸呢啲生活嘅。如果我日日喺呢度，我點會覺得呢啲嘢有咩衝擊啫？咁你行去第度，你仲覺得嗰度冇嘢添咯？我漸漸麻木曬噶啦，即係當你每一日都面對咁多嘅刺激嘅時候。香港資訊咁發達，日日你回應社會上發生嘅好多嘢，喺社會上都已經係成為某種嘅支柱啊，支持主力。每天每日都感受到呢個社會嘅經濟啦、政治啦、生活上嘅催逼，我唔講壓力，所以變咗個成個思想形態就變了。需要咧有人代佢講，有人發泄啊，需要喺晚上裏邊咧聽到有一啲。我平日我好想鬧嘅嘢，有人幫我鬧出嚟。冇人上街要求唔回歸。人類都係傾向於麻木嘅，即係唔係淨係香港人嘅問題嚟嘅。基本人類本身傾向於保護自己，咪麻木多啲咯。我覺得咁而香港呢個環境就你就更加需要多啲添。我覺得所謂嘅麻木包括好多嘢，譬如係良知啊、公義啊，某程度的麻木係。生存的本能。我而家搭乘巴士就面對兩個，面對一個好大的數學問題。第一個數學問題，一
一個人有兩楷模有命，左一楷，右一楷。但係嗰啲巴士嗰啲位，就永遠只可以坐五楷。你喜意嚟呢地方就係好多荒謬嘅嘢，唔係我，唔係我當講出呢度旺角好多荒謬嘅嘢，唔係表示我不滿呢度，係荒謬啊！即係人竟然可以喺啲咁嘅環境度生存到嘅噃，嗰種感覺唔係話咁差啊，咁乜嘢，而係唔都得嘅，即係對我嚟講，我係咁樣多啲嘅。當我見到個乞衣有個計咁高嘅時候，我有咩不滿啫？對我有咩不滿？但係你係點解佢哋真係可以有個人係咁樣樣嘅喎？咁我哋城市就係充滿咗啲咁都得嘅嘢，都唔係不滿啊，係荒謬有趣。係咁樣啊？係咁樣啊？比生活更加重要嘅就係、是、生活嘅感受啦。人都生活，但唔係人都有感受咯。衣食足，跟住要點樣生活呢一個人？嗰、那個我諗係我最追求得多嘅題目咯。即係我係中意飲杯咖啡咁睇下人生百態啊！係真實嘅人嘅生活嗰種嘅對白。不是你電影或者什麼裡面會出現，譬如你在這地方會見到兩個伯伯在那裡鬥認老，很多種人的心態都會見到。你去哪裡去了解一些師奶，會在這些地方去聽的，原來現在師奶是喜歡這些東西，或者叔聽些什麼呢，阿叔又會講哪個共產黨哪個哪個怎樣啊。基本上呢度本身都是一個立法局嚟嘅，即係可以咁講，有佢好多辯論啊，不過唔同題目咁解，咁係好，你好難揾一個咁嘅地方可以咁舒服地咁吸收啊！我覺得其實冇錢買樓真係唔緊要，冇錢咪唔買先叫收咯。最慘係你買過，然後你賣咗，你買翻落車唔想翻車。我媽媽而家有份移民回流，每日就翻去以前買咗嗰等樓度翻來咯，翻來咯。我而家成日同個律師喺度研究緊，落車唔上車算唔算係刑事罪行啊？我可唔可以告我阿媽申請賠償？最初諗住係翻香港咧，係做啲同演藝事業有關嘅嘢，咁但係因為香港機會好難。找得到喎，咁一路做咗好幾年，都覺得嘥曬啲青春咁樣，咁咪於是就諗住做一次棟篤笑。你明唔明嗰陣時啲人成日形容嗰個詞語咧叫懷才不遇，咁你又覺得自己懷才不遇喎？懷才不遇個問題，當你諗真嘅時候，我乜才啫？我亦都曾經做過電視台嘅叫做助理編導啊，即係行內人叫做 PA 嘅 PA 啊嚇。咁原則上咧 PA 呢份工作幾好嘅，即係有一日咧你就轉行之前做一次，睇下自己係唔係真係算係有才嘅人，咁咪揀棟篤笑，因為棟篤笑比較難做嘅嘢。又覺得自己做到咁去做嗰陣時係咁嘅嘢啦。咁因為棟篤笑有個好處咧，就係你唔使，因為導演俾機會你嘅，唔使人哋幫你嘅，即係你夠膽行上去咯，咁咪得噶啦，咁咪證明到你得唔得噶啦。阿琴姐啊，啲凍檸水買咗翻嚟啦，趁熱飲啦。阿婆啊，你借間屋俾我嚟拍戲啦，唔會噶，唔會整花你埲牆噶，唔會噶，唔會打爛你啲嘢噶，唔會噶，唔會踩到個地下噶，我哋。你咁老唔通我會呃你咩？唔係你所謂嘅懷才不遇啊嘛，咁千里馬都要白落，問題係。咁咪自己跑咯，你咪跑一次佢嚟睇，我真係跑得㗎咁樣樣咯。即係當時嘅諗法就係咁啦。咁而你知其實喺演藝界咧，大部分嘅幕前嘅人咧都好被動，
係需要人去揾你俾機會你，但係棟篤笑係唔需要噶，係棟篤笑係即係唯一喺演藝界你可以，你係咪叫白朗 Mr. 白朗？我就係嗰只嗱，我而家你坐定，我講笑話俾你聽啦，即係係唯一可以咁咯。棟篤笑個成功其實係人哋一定係要人哋話俾你聽嘅，講真，因為棟篤笑。是一样很现场的东西的，即场做即场就笑，那就成功了，你做人家不笑就失败了，是算术是化学来的，加上哦没有化学作用，你这个化学不成功啊，很科学的。你真是热烈庆祝回归的，你拍拍手啊，你阿媽就逼個仔拍就拍啦，衰仔！而家咩時候哇咁都唔拍，咁樣就叫熱烈啦，大家又聽到啦！全港市民熱烈慶祝回歸十隻字，有八隻字係呃人嘅，係得翻回歸兩個字係真嘅啫，各位。蔡徐坤係做翻成個過渡時期嘅，即係比較長翻啲嘅一個總結咁樣。呢個係我唯一做嘅政治 show。因为全部都是讲政治的，其实不是那么我的，讲真的。九七前作为一个英国殖民地受教育长大的人，你要看回我的历史，你怎可以在这个时间，如果你要做一个 show 的时候不讲这件事呢？ Perfect timing， 诱惑实在太大，这个绝对是禁果来的。我觉得是所谓回归经验里面中心点，那个恐共。Are you talking to me?你知唔知道學生犯最大錯誤就係咩？就係、是、唔知自己幾咁受重視啊！我冇搞錯啊！我逃學出嚟露營，你要開槍射我？我始終未見大過。而家好多人都覺得、啊、你好大膽啊！你嘅咩？我自己嘅出發點唔係考慮話大唔大膽嗰樣嘢嘅，係有唔有趣。我哋一定係要經過分析，你先可以知道咩叫中心。即是你的感觉，然后你去分析成件事是不是这样呢，这个支不支持到呢？我好几次的、表演呢，在个创作过程里面是带我去到一些我自己都想不到自己去到的地方。即是我讲是创作。譬如刚刚讲六四这件事是要求。是一个在现今的政权里面你有没有权要求，原来这个是核心来的。是一个强弱悬殊一面倒的关系里面，强那一方随便向弱那一方让一次步后那班空上场。邓小平作为一个高瞻远瞩的政治人，深深明白这个道理，学生实际要求什么是其次的，个问题是他们够胆提出要求这个行动本身已经有反党的可能性。如果那件事是真的，那个批评就成立了。如果那件事不是真的，那我就錯了。我當然是有立場，那個立場不是最重要的。他覺不覺得那個真的，我是在說他的生活，可能我說得不對，但是不是真的在說迫不得已一定要你要有立場，但是問題是人家來看不需要同意，但是如果他連他說但是這個完全不是我們的生活， 那我就會有些失望，那我就看得很錯。所以我成日講，我中意蒼生嗰樣嘢，就係話蒼生係冇乜立場噶。嗰個立場嗰樣嘢係個問題，蒼生就係話蒼有一百一萬種人用緊唔同嘅方式嚟生活，邊個能夠話邊個啱邊個唔啱咧？但係如果你講到都係佢嘅生活，
经够我啦。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担心都何事？你做人好好好需要你永远知道有俾你不幸，或者你自己而家有几幸福。永远要留意，其实世界唔系因为你而家处于一个好幸福嘅状态，呢成个世界就咁样。最初个玩法系个人接触呢个世界，去咁样去进行样嘢。到后期就开始有世界翻去个人嗰度咁样做法，即系世界对我嘅影响。去到后来就比较照顾人或者观众嘅感受多啲啦，比较留意嘅时代啦。在题材上面呢，它是完全是香港本土大众市民咁就最深同埋最想非吐不快的这些这样的感受，咁呢个第一点。第二点呢，如果你从形式上面讲呢，虽然话源于西方的在这些小的俱乐部啊、小的酒吧那里做的这些独独社会形式，现在它已经发展到呢，就已经在那個表演方法方式上面已經不是棟篤笑一個人那麼簡單，而是呢有添多布景啦，有燈光啦，有其他人幫他啦。咁其實那個形式呢，就是西方似乎呢是都未曾好發展得起嚟。咁我相信呢，佢亦都唔係抄西方嘅，依家個方式完全就係基於佢對於香港市場嗰個敏感嘅反應，佢感覺到只有咁樣呢佢先至能夠賣得。其實一路都有人覺得我做的不是真係所謂外國啲 stand up comedy 嘅，一路都有人覺得我做的是獨腳戲。對我嚟講亦都係新嘗試啊，因為喺我以往嘅 talk show 好少俾大家所謂咁抌本啊咁去做呢啲嘢咁樣。其實我以往嘅係冇似今次咁樣做咁樣有個劇情咁樣去嘅，即係今次係做咗另外一個人。以往嘅棟篤笑嘅推展唔係喺一個人嘅感情度推展嘅嘛，係喺個概念上嘅推展。呢次係轉化咗㗎，你可以咁講，其實係一個戲劇嚟㗎喇。咁但你話以後會唔會咁樣繼續落去呢，即係越嚟越多棟篤笑式嘅戲劇，或者一個戲劇要棟篤笑咁樣呢，咁咪真係要睇觀眾嘅接受力係點樣啦。咁我亦都要睇下自己鍾意啲乜嘢囉，盡量下希望可以喺中間攞到一啲平衡。我哋講緊婚姻，婚姻就即係咩呢？婚姻就即係你攬住一大堆嗰啲日本仔啲軍票㗎嘛，你可以呢去示威，你可以去游行，你可以抗议，你去烧人啲国旗，烧埋自己条底裤，你去搞好多嘢，但係最终大部分嘅时间你唯一可以做嘅就係对住呢堆冇鬼用嘅军票，抌又唔係，唔抌又唔係，唯一可以抌嘅就係你自己嘅心口。你总括落嚟呢，其实你可以咁讲，我做咗几个 show 呢，基本上呢就一次又一次咁样帮我证实呢，我哋生喺一个不完美嘅世界。咁你不断咁证实咗呢样嘢，你慢慢你就学识点样喺一个不完美嘅世界里面生活。原来香港系一定会掂㗎喎，因为而家成日争拗嘅咩转态转态啲，香港之所以咁掂就系因为我哋以前照样系对英国人肯咁样转态。咁香港點會跟住唔掂啫？我哋一定，我哋對翻中國，我哋更加容易轉態。即係呢啲係我事前自己諗嗰時諗唔到，咦會係咁。我唔係話我一個結論，我先，我就度呢堆嘢出嚟，而係咦想想想，咁係點解會唔？點解我哋會唔掂啊？咁樣我唔明白，我一定會掂噶。對外國人我哋都可以咁樣，何況我哋對中國人，我一定會掂曬。我哋香港就唔系回归祖国咯，香港就系转会祖国啊！由英国嘅殖民地转做中国嘅殖民地，所以我话香港点会唔好啊？因为讲到做殖民地，我哋香港认咗第二边个咁认第一啦。
見過好多人陷害人、整蠱人嘅方法，但係到今時今日嚟講，我始終覺得對一個人最大嘅整蠱咧，就係生佢出嚟。因為你一生佢出嚟，我以上所講嘅一切，佢都可以免費享受到。嗱，你做咗莎士比亞，你最唔好啊，就係做小生。因為點解咧？你啊頭細身大，咪學唔到做波羅海。我做唔到咧，係因為我當時唔明白點解一個人臨死之前咧，仲可以用一番最美麗、最漂亮嘅説話嚟到噏一大段嘢，那個導演仲叫我轉添。人哋喺度輪緊紅十字會派飯，你就話小朋友唔好用膠袋裝飯啊！我最近睇報紙睇到。他們介紹有些200呎的樓適合四人小家庭合用四個 C